媒体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让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 Laneige 兰芝 New Silk Intense Lipstick 时尚炫色定制唇膏全球上市发表会。我们一直大家都应该相信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兰芝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这个 K-Beauty 美妆的领导品牌，它不仅带起了全亚洲女性呢对于韩系保养跟流行彩妆的热爱，另外呢它也将这一股对于 K-Beauty 的渴望延伸到全世界今天呢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推出了整个最新款多达35种专业颜色专业唇彩的时尚炫色定制唇膏，要来献给我们所有的女性，为的就是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具有个人特色而且非常前卫的韩系美唇新魅力。今天我们的代言人有来到现场，我相信大家都是为了他而来的吧，对不对？当然也是为了我们 Laneige 而来的这个 Laneige 对于全球美妆呢影响力之大，就跟我现在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超级巨星一样。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掌声来欢迎 Laneige 兰芝代言人宋慧乔小姐，欢迎。我看到她了，欢迎，掌声鼓励。 Welcome to Taiwan. Please stand in the middle. Let's take a few pictures.Thank you. Okay, maybe take a look at the right or left. Thank you. Beautiful. Okay, the guys are waving hands over here. Beautiful, just beautiful. Awesome. Wonderful. 好的 okay, 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有请我们上来来来。好 ,OK, 我们请这个宋慧乔小姐呢稍微休息一下，跟大家这个拍完照之后呢，哇眼睛这样闪啊闪闪啊闪很厉害，马上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桌椅摆到我们这个舞台上方来对对对对对，我们来进行好好进行的这个一个会谈厉害了，哇你我这高级你看买的太厉害了每一个人你看都穿西装，身高都超过180，你们幕后的人比目前的人还帅，成何体统？可恶啊！来来来，好，来，那我的位置啊就在这边了哈，好不好 ？OK， 好，再次欢迎 Miss Song Hye Kyo， Welcome， Thank you， 麦克风请上，还有我们的翻译小姐，翻译小姐坐中间吗？好不好？来，好，来来来，好。首先我们要请这个因为两年没有来到台湾了，我们要请宋慧乔小姐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打声招呼好吗？大家好，我是宋慧乔。好，大家好，我是宋慧乔，你好你好，会讲中文很厉害 OK 네2년전에태평양때문에여러분들찾아뵈러왔었는데이렇게또가까이서뵐수있어서너무즐겁고요또라네즈와함께대만에오게돼서더욱더즐겁습니다应该两年前是为了太平门的宣传来到台湾跟大家见过，那隔了两年这一次为了兰芝的活动来到这里，可以这么接近的距离见到台湾的媒体，非常非常高兴。好，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看到你好，那这一次主要来到台湾是有什么样的讯息要跟大家分享呢？제가오래도록같이함께하고있는라네즈에서새롭게또좋은제품을출시한다고해서같이축하해주고싶고또여러분들께알리고싶어서이렇게찾아왔습니다因为这一次来到主要的目的是因为跟我已经保持很久很久关系好关系的一个品牌兰芝，听说在台湾要出一个新的产品，所以为了兰芝的那个新的产品的宣传来到这里。好，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呢他不管出席在各大的这个宣传的场合也好，活动也好，还有或者是在荧光幕上面也好呢，他只要这个妆容也好或者是服装也好都会掀起一大股旋风很多人都喜欢跟着他。那可不可以请大家聊聊这一款全新的 Laneige 兰芝时尚炫色定制唇膏，他觉得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好，太漂亮了。저도개인적으로립스틱을많이좋아하고평상시에일이없을때에도이렇게혈색을좋게해주기위해서많이바르는편인데이번에실크인텐스립스틱같은경우에는제가듣기로는35가지색이있다고들었어요그래서본인과어울리는그런색깔을찾는재미도있을것같고또워낙에그생각지도못한또색깔들이많이있는것같더라고요그래서바르시는또재미도있으실것같고요너무좋은것같아서써보시면좋아하실것같아요今天我都平常为素颜不太化妆但是呢为了那个要加生气就是那个活力的感觉所以平常都常用唇膏的那这一次呢兰芝出来出的那个新的品牌叫那个兰芝时尚炫色对那个唇膏呢其实有一个好处听说是有35种颜色是的所以呢就是可能大家用起来会的很好玩是看看哪一个颜色对自己很适合对可以跳那个颜色的那个感游乐就是娱乐游乐然后呢有时候你偶尔会发现到平常不太常用的颜色那你可以来用用看看可能会就很惊喜所以这种感觉是这一次产品的一个新的特色太厉害了你真的这么长一段你都可以翻得出来你真的很厉害哦，都有记下来哦，好强好强太厉害好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这个 Lounge 我们的主要的概念哦，就是 All Eyes on Me All Eyes on Me 我们都想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想要跟宋慧乔小姐一样到每一个场合大家都 All Eyes on Me 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自己有没有什么独门的小技巧让大家都一直看着她不能看其他地方이번에라이즈그컨셉의내용이 All Eyes on Me 라는건데이게내용이보면항상어디나주목받는자신의모습을보여준다는뜻인데혜교씨도어딜가든주목받긴하지만특별히더수상을뺏기위해서수상을주목받기위해서쓰는비결방법이런저는운이좋게도제직업이또배우고많은분들이또사랑해주시고또관심을가져주셔야지만되게좋은작품을할수있는그런위치에있기때문에너무감사하게도항상너무관심을가져주셔서늘그런좋은기분을느끼고사는것같아요근데이제여자로서정말기분좋게또특별한날에는아무래도이제입술색깔을자주바꾸는것같아요분위기전환을립스틱으로많이좀바꾸지않나이런생각이들어요其实我的运气很好因为我的职业是演员所以演员这个职演员这个职业呢经常受到一个瞩目但是我的运气非常好目前到现在被大家喜爱大家都喜欢我所以我就很感谢很开心那但是这个是演员的一个身份来说的话呢我不用特别来做什么受到瞩目对但是呢如果身为一个一般普通的一个女生平常生活上的一个女生来说的话呢我是用来口红就是唇膏来可能就表现自己那有时候看今天的心情或者是感性来换颜色那就可能会受到人家的一些瞩目OK 所以即便她这么漂亮有的时候呢还是要给大家一点新鲜感换换不同的颜色但是我在这边还是想要知道就是说有没有特别哪一款颜色是他自己最喜欢的原因又是什么是不是能够表现出他自己个人的特色还是个性저는원래도빨간색을좋아하는데저는이제핑크색이나이런립스틱은바르게되면빨리좀또지워지고그러니까신경이되게많이쓰여요그래서빨간색도이제신경이많이쓰이는컬러이긴하지만제가이제발랐을때가장좀되게화사해보일수있는그런색깔이어서메이크업할때거의아니라이제다른화장을안할경우에는빨간색립스틱만바르는경우도있어요这一次的那个新的产品里面最喜欢的是还是红色红色当然一般素颜出去的时候为素颜出去的时候呢主要涂那个粉红色比较多之前那粉红色方面的话呢可能涂了再过了一段时间会容易会就擦掉的就不见了所以经常要
再重新重新化，当然红色也需要，就几个小时就再还是要看一遍嘛。但是这一次他觉得红色除了这一次都红色的话呢，感觉上好像自己更加活力，那更加化力，所以就很看起来就比较气壮气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一次比较喜欢这个系列里面的红色。红色，红色，我知道好像有一款叫做 Get the Red， 好 ，Get the Red， 我相信全部大家应该，假如宋慧琪小姐非常喜欢这个颜色的话，应该会造成是一个热卖款哦。好，但是一个女生呢，外表很漂亮，内在美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哈？我想要请问宋慧琪小姐，就是，她在这个戏剧的演出哦这么的精湛哦，每一个角色都诠释的非常好，她是平常怎么样充实自己，才能够把最好的表现带给大家呢？ 항상 저는 이제 모든 일에 있어서 긍정적이려고 하는 편인 것 같아요. 아무리 안 좋은 일이 일어나도 그 순간을 너무 정말 비관하지 않고 항상 이제 좋게 좋게 생각하자라는 그런 마인드를 갖고 있는 것 같고 또 주변에 이렇게 어른들 이렇게 뵈면 정말 욕심부리지 않고 이렇게 예쁘게 예쁘게 잘 지내오신 분들도 나이가 들수록 그 모습이 이제 얼굴에 담겨지더라고요. 그래서 말씀하신 것처럼 정말 내면이 중요한 것 같고 저도 항상 욕심부리지 않으려고 하고 모든 것들을 다 이렇게 좋게 좋게 이제 보려고 하는데 때로는 안 될 때도 있지만 그래도 제가 할 수 있는 안에서는 항상 그렇게 살려고 노력하고 있어요. 好，来，我很想要知道答案。经常，主要是平常。 带着很乐观的一个心情来面对所有事情，就如果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或是很悲惨的一些，就是悲惨的这种感觉的话呢，还是心情要带着乐观的、很肯定的一个感觉来面对。因为呢，如果太就不太乐观的话呢，平常会脸上会表就是表现出来。对，然后呢，就身边有一些长辈们，他们也是越老越觉得好看，越来越觉得就是看起来漂亮的那些长辈呢，他们都是经常说不要太贪心，然后人生要很乐观。那这样的话呢，演员虽然年纪大了，还是脸上会看得出来很漂亮的一些年，就是年龄的一些累积出。 来的这种感情，所以刚刚你说的对，演员是主要是内面的世界好，才可以表达出来好的那个演技。所以这是平常尽量带着很乐观的心情来面对所有事情。当然，我也是一个人，所以有时候会很难做，但是还是尽量去试一下这个情绪带着，尽量用开心的心情、乐观的心情去面对全世界，对不对？ 啊，不管遇到什么样难过的事情，会不会他拍完这个《太阳的后裔》之后哈，我很想我自己私人想要问，会不会他拿手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男生想要把他的手机拍掉，会不会？一个个人性问题的哦， 太阳의 촬영 끝나고 나서 혹시 지나가는 남자분들이 혜교 씨가 핸드폰 거는 거 보면은 이거 치는 会不会？ 아니요, 없었어요. 아니, 그렇게 잘못하면 핸드폰이 깨지기 때문에. 大家要小心，怕那个碎掉，摔掉，就很贵嘛，手机，就要小心。要小心。 송중기 씨도 그 촬영하기 전에 연습을 많이 했었어요. 송중기 先生，他也是拍战争拍那场的时候呢，他也是练了很多次。啊，也练了很多次才拍出来的，对。啊，有摔掉几只手机吗？手机掉了几个呢？摔坏。 근데 운동신경이 되게 좋으신지 빨리 캐치하셨고 그리고 스태프분들께서 혹시나 깨질까봐 밑에 안 깨질 수 있도록 이제 조치를 취해주셨기 때문에 그렇게 뭐 깨지거나 그런 일들은 없었어요. 好像他那个运动神经很强，所以呢，就他比较容易做到的。当然是下面看不到的那些地方，那些工作人员垫了一些东西，万一掉下来就会破掉嘛。所以是完全没有摔坏到任何一台手机的，太厉害了！人帅，运动神经又好，又能跟我们宋慧乔小姐一起演戏啊。不过还是想要请问一下宋慧乔小姐，就是。 在未来，我们知道他已经拍过很多很多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啊，把这些角色诠释的非常的好。但是未来有没有什么想要新的挑战，不一样的角色，有没有想要尝试一下的？
제가 장르가 달라져야지만 다른 캐릭터를 할 수 있는 것 같아요. 근데 제가 한 번도 스릴러물을 제대로 된 스릴러물을 해본 적이 없어서 나중에 기회가 되면 스릴러 장르에서 좀 지금까지 해보지 않았던 그런 캐릭터를 만나보고 싶어요. 主要是其实角色是不是很重要，但是类型那个片种是很重要，看什么样的类型的作品，那可以会挑战性的角色。所以从来没有演过悬疑片，悬疑片没有演过，所以呢，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演那个悬疑片的一个角色，那应该可以会挑战性的角色。那假如说这个角色是，比如说脸上的妆会很奇怪，会很丑，或者说好像很可怕。 这样他有办法接受吗？ 일단은 연기할 때는 그런 걸 별로 신경 쓰지 않기 때문에 그 캐릭터에 그런 부분들이 필요하다면 저는 해야죠, 당연히. 当然，当然，因为演戏是怎么样，外貌不算重要，为了那个角色很适合，一定要做的话，那肯定要做的。哇塞，他刚刚看了我一眼，然后对我笑了一下。 我整个感觉好像他答应我的告白一样，奇怪，我又没跟他告白，但是哇，太美丽了，真的是。好，今天因为真的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我们这个 Lineage 代言人哦，宋慧乔小姐啊。但是因为呢，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行程哦，但我们记者会在这边要先告一个段落。但是真的非常谢谢我们宋慧乔小姐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于她对于美妆的一些看法哦，也带来了最新的我们这个 Lineage 的这个 New Silk Intense Lipstick。 给我们台湾的，还有全世界的这个好朋友们，好，再次的要谢谢宋慧乔小姐，是不是也请宋慧乔小姐跟我们台湾以及国际的媒体说几句话呢？ 이렇게 오랜만에 왔는데 또 환영해 주시고 관심 가져주셔서 감사드리고요. 그리고 이렇게 귀하신 발걸음 해주셔서 정말 감사드립니다. 다음에 더 멋지고 좋은 작품으로 또다시 인사드리러 올게요. 감사드립니다.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隔了那么多年来了这里，还是受到大家的欢迎，谢谢。然后真的感谢你们，除了那么珍贵的时间来到这里一起分享，非常感谢。希望下次带来更好的作品跟大家再寻给大家看。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个宝贵的时间？ 再多延续一分钟，我们请宋慧乔小姐站起来跟我们大家拍拍照，好不好？桌椅撤一下就直接拍照，好不好？OK， 再直接站在舞台上面好吗？OK。好，来来来来来，我们把桌椅撤一下，我们再请宋慧乔小姐呢，在舞台的中央来跟我们大家这个用最美丽的模样呢，让大家捕捉一下。来，你看我们。 台湾的媒体朋友们，韩文现在都变得很好哦，对不对？来秀一下你们韩文。好，可以看一下这边吗 ？Please, look at the right, pleas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好 ，and also the center, please. Like I've known these guys for a long time. They are also very good people. Okay, to the left. Thank you. Beautiful, handsome boys. In the front. Okay. 好 ，Thank you. 右边再来一张哦，我to the right. One more picture.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 Miss Sohaibio. Thank you. Welcome to Taiwan. Thank you. 谢谢大家，我们这边记者会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好，大家要多多支持 Lineage 啊，谢谢。